这个加特林烟花太炫酷了吧，咱们直接出发去户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它燃放，带你们体验哒哒哒哒哒的快乐。咱们直接点火，哇，这效果也是相当的哇塞呀。咱们来看一下燃放后的加特林是什么样的，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吧。